大家好，我是子宇，欢迎收看我的 MC 生活大冒险。啊，对了，电脑好长时间啊，不行，我要起来休息一下。感觉肚子也有点饿啦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。我可是一夜未眠啊，一直在录解说。天都快亮了。好，那我准备休息一下，出去溜达溜达。今天要做一些什么呢？自从我有了小厨房以后，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想干，每天就想做饭。今天去钓鱼吧，今天吃啊清蒸鱼。我已经做好钓竿了，我给它覆个膜看看。外面的僵尸开始火化了，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。给我的钓鱼竿覆个膜，耐久。有没有别的效果的呀？耐久实际上没什么用啊，反正鱼竿可以一直做嘛。我再做一个，看能不能孵出来别的效果的。再试一次。青金石，然后钓鱼竿，还是耐久啊。那算了，我不付了，我就拿着这个钓鱼竿去吧。今天多钓几条鱼回来烧着吃，补充一下脑力啊。话说好像我还从来没有吃过烧鱼呢，就是烤鱼也没吃过，一直都是吃这个香肠啊、核桃酥啊就捡来的东西，不在自家钓啊，出去钓。看看小鸡，捡两个鸡蛋吧。身上有种子吗？哎，没带种子。小鸡还是很少的，大概就只有三只吧，要时不时的过来喂喂它们。现在包里东西也比较多啊，挺乱的。好，有几个空格就行，给我的鱼留几个位置就行。这什么？到外面去钓吧。就前面这里就可以啊，只要有一小片水就行，就能够钓到鱼。坐观垂钓者，扔竿儿，一会儿那女仆咬上钩了。我有一次啊，钓鱼的时候钓到了这个附魔书，哎，这么快就钓到一条鱼。哎，我有一次钓到了附魔书，我觉得特别的神奇。还有就是河豚好像钓到的几率不是很大，哎，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是怎么样子的。河豚要怎么吃啊？好像是炼药用的。河豚吃了不是容易中毒吗？今天多钓几条鱼啊，哎，又上钩一条。这样呢，以后如果还想吃就不用来回的跑了。也休息一下眼睛嘛，长期对着电脑是吧。我这个好像是一个自动收杆，因为我没有按那个收杆啊，钓上鱼它自动收了。我刚才钓到一条什么鱼，这个青色的应该是鲑鱼是吧，啊，生鱼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还钓到一个什么？哎，不晓得。哎，又上钩一条。哦，这个是鲑鱼，生鲑鱼。生鲑鱼可以吃吗？哎，没有吃过生鱼。哎，我刚才到底钓到了什么？不知道。
好神奇。嗯，嘴干呢？钓鱼的时候要有平静的心情，耐心的等待。啊，哎，这是河豚吧？哇，我钓到河豚了。那看起来这个几率也不是很低嘛，我就钓了四回吧，就钓到河豚了。河豚好像是可以做药，做一个在水下呼吸的药，但现在我也不需要，毕竟咱们穿的这个是水套啊，水套水下呼吸永久的，比河豚还灵活。等我这个鸡养多了以后，我就收集它们的羽毛，做一个天空套。其实每一个，哎，又钓到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可能是鲑鱼啊，生鲑鱼。每一个元素套装，它的功效还有它对应的工具的作用应该是很多的，我应该没有发掘全。比如我听到小伙伴说这个用水元素的工具在水下挖掘速度很快，这个我没试过，因为我也不常。对了，我要去挖一些种子，去土地上挖一些种子。家里的蔬菜啊，品种挺少的，虽然说那片地挺大，但基本上种的都是小麦，因为女仆她只会种小麦。不对，不应该用剪刀，用剪刀就把草剪下来了，应该用这个。但是哎呦，鸡飞蛋打，我不太喜欢用这个镐啊，太利了，经常就会把这个土块挖出来，一挖出这个土怪啊。但是我的确很需要种子。难道说是挖土才会有种子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萝卜，那个好像是萝卜。我的那个自然元素的镐啊，马上就用坏了，我也不打算修它，用坏了再做一个好了。自然元素工具其实还是挺好做的。这个草不要了，哎，出来的时候应该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的，太满了这会儿。我粗略的研究了一下菜谱，有一些菜呢，是我做不了的，就因为没有种这种蔬菜嘛。哦，黄瓜就没有吧？还有什么青椒？好像我也没种。这有什么蔬菜？蔬菜不要，蔬菜就是那个大白菜一样的。还有豆子也没有。上次尝试用红豆，结果做出了豆沙而不是豆浆。背包也满满的。
这个地上这些空看着好难受啊，我一会儿还得把它们给填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红薯、紫薯、糯米不要了。水稻，哎，重点水稻啊，家里是没有水稻的。水稻用那个什么碾磨机还是什么机器的，就可以做成大米了吗？可以蒸米饭了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做盖饭了。这都填上吧，看着挺难受的。我家后面啊还有一块空地呢，就是那个教堂后面，教堂后面那大片地真的很愁人呐。在那里呢又没有村民肯去住，我觉得有点偏，可能是会刷怪呀，会刷怪，晚上就不是很安全。那边呢房子也很多，我倒是想把它利用起来，就是很麻烦，高高低低的，一是地不平，二是偏僻，那儿属于我们村的开发区，暂时还比较荒凉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些种子看着都不是很稀罕，可能是小麦的吧。哎，这是绿豆，绿豆拿着。青椒，青椒拿着，准备回家了。晚上还是不要逗留那么长时间，不愿意跟他们打。现在我要的是平静的生活，谁都不要来打扰我。最起码我得把菜谱上的菜全吃完了，这样才此生无悔嘛。哎呦，天都黑了，忙活了一天，忙活了一天还没吃上饭。这东西现在就种上，省得我忘了。啊，萝卜、水稻什么的，我吃点东西吧。我还没吃过这饺子呢。哇，这饺子补这么多，一补就是四格哎。把这些菜都种上。能安安生生的种地也不容易啊，就像以前那种情况，特别危险的情况下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安定下来，就没有办法种地。现在是过上好日子了啊，也奔了小康了，这都种上。我要看看他们都是长什么样的。这个是红薯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黄瓜吗？反正每一次你收获的时候都会比你种下的多，所以你就可以再种，越种越多。把这萝卜也种上，小麦已经成灾了，种点别的。拿这些小麦种子去喂，哎，谁把门开了啊？这东西就都跑了，知道吗？原先这有什么动物吗？哎呀，我都给忘了，好像没了。我把牛和猪都转移了。大半夜来喂鸡，不许出来啊！好不容易把你们牵回来，就这么几只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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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生了一只小鸡，啊，都给你吃了吧，走了。东西是越来越多啊，但是就不舍得扔，不舍得浪费。女仆又在房顶上不干活啊，不管他们了，我今天要做这个啊，这叫什么？清蒸鱼，哎，我就看过食谱了，有鱼的这个食谱，这酸菜鱼还有酸菜鱼，
麻辣鱼。听着不错，但是太辣了，吃不了啊，吃不了。花生油、食盐、酱油，哎，花生油是碾磨机，食盐是怎么回事？盐方块，哪有盐方块？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，哎，我游历四方多年都没有见到过盐方块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有食盐的我可能都做不了，我也就只能做清蒸鱼了，好吧？那咱们就清蒸鱼啊，吃清蒸鱼没有锅，没有高压锅，高压锅做一个来看看，需要铁块、稻谷机器外壳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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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复杂。我看看啊，我还是得回家里做，因为没有墨囊。为什么高压锅需要墨囊呢？是需要一个黑的锅底儿吗？有了高压锅以后，我可以做的东西就更多了。稻谷机器外壳，就不管是什么电器啊，基本上就不要，不管是什么厨具，基本上都会需要到那个稻谷机器外壳，还有机器核心。哦，在背包里呢。这儿，这个机器核心特别像一个饺子。估计吃到嘴里，这顿鱼得到天亮了。好，三个铁。嗯，不对吗？什么情况？哦哦哦，这是稻谷机器外壳。啊，好麻烦，还好原料多啊，在手边什么都不缺。好，这个两个骨粉，两个墨囊，铁块，机器核心，好，成了。我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那个灶炉是怎么用的，不是很明白，是把锅放在上面吗？还是要怎样？拿两根葱。嗯，就这么放吧，先这么放一下。鸡蛋我也拿走了，在这边少放菜，放点小麦还可以，因为菜都是需要在那边用的嘛。村民们已经安详地睡下了，就我一个人还在这儿做夜宵。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青椒。青椒呢？是还没长好吗？这就是青椒啦。哎，不管它。高压锅需不需要放在炉灶上面？哦，放这儿就行。然后就是净化水，放上水。一个净化桶它可以净化14桶水，好像是，大概就这个数目吧，还挺划算的。到最后你其实就是损掉了一个羊毛而已，其他什么都没有损失。桶还是那个桶，还会还给你。这还多着呢，莫，这个太费水了吧？把我的鱼放起来，还有这个葱，燃料呢？燃料放木板吧？怎么不行吗？
锅坏了吗？我已经折腾一天了，请你让我吃一口吧，好不好？哪里的问题？木板应该都是可以烧的呀，没什么关系啊。阳光传感器又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好高级的样子。哦，需要是熟鱼才可以。那我要你这高压锅干什么呢？你高压锅就是把生的东西做熟了呀。灶炉我也不是很明白，到底是什么。我这边呀还差一个啊那个炉子，差一个炉子，然后还是得回家。哎呀，天亮了，你看夜宵也没吃成，这是第二天的早饭。话说这个做出来的饺子也好啊，什么食品也好，就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啊，你吃完以后这个饱食度一个是增得特别高特别快，二是不容易饿。你看我都一天没吃饭了，好像就吃了一个饺子，但是我现在还不是特别饿，就没有掉过那个饱食度。大米是这么做的呀，先拿碾磨机给它脱一下壳，然后就可以蒸了。还有的菜没种呢，什么豆角啊，鸡块饭，就是拿熟鸡肉给它切切切。看看还有什么吃的啊，这都是冰激凌了。需要饮料制作机做饮料。哎，这是个成就啊，美味的鱼儿。那看来我就是没吃过鱼，我印象中我也没做过鱼。拿着美味的鱼儿去高压锅里炖一炖。这下应该行了。但是又没有柴火了。来烧箱子吧，一样的，等着它好，守在火炉边，眼巴巴的望着。哎呀，柴火难道会不够吗？我看差不多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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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差一点儿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火省点心吗？真是够呛，算了算了，想吃个鱼怎么就这么难啊？卡住！这下不相信还不够。我挺喜欢白桦木的这个颜色的，白白的，浅色的。那反正这会儿也闲着，要不我把这边的树我给整一下吧。太密了，弄点树叶下来，弄点树叶以后可以做那个自然之晶嘛。自然之晶是需要那个白晶还有这个树叶。背包太重要了，真的太重要了。这个物品栏东西一满啊，什么都是不舍得扔，就感觉很耽误进度。咦，让你上树掉下来了吧，让你不干活还罢工，还干活去了吧，偷我的糖吃。我总觉得这个女仆她是有 bug 的，有的时候罢工，有的时候明明拿的是厨子，锄头，然后说自己是烧炼状态。
身上又没地方了。女仆，你们来给我捡一下呀，你们不是可爱捡东西了吗？他们身上也是满的。我一是爱种树，二是爱种地，就各种各样的树，看他们那个结出来果实啊，心情特别好，各种吃的。这一个饺子啊，顶一顿，我感觉这不是饺子，是包子，而且是超级无敌大包子，特别实在的那种。橘子树苗，树的间隔如果太短了，它长不起来。哎，清蒸鱼好了，终于好了。然而我现在不是很饿，怎么办？不舍得吃，估计这盘清蒸鱼也能补个四五格呢。那我干会儿活吧，干完活再吃饭。把顶上这树叶都修一修，要不然前面的树它长不起来。这个是金合欢木，好像不，它长的那个样子不是很规整，到处长的木头一节儿节儿在空中露着。好，这一片给它腾一下。下去吧，拿这个树叶来做一条小径，或者是围出来一个花圃，也挺漂亮的。我在考虑把教堂后面啊做成一个小花园，但是我暂时没有什么构想，就是这么大致的想了一下，还没具体计划呢。我如果做一个露天的场所啊，就非常怕苦力怕来捣乱。这边给它围上啊，围一圈美观一点。这个花丛让它穿插着一些花啊，或者是灯啊，也挺好看的。诶，这个颜色怎么这样的？不要这个。不行，东西还是很多。这两天也没出去。没出去，但是这东西还是越变越多。啊，看来我线下得好好整理一下。这水瓶比较占地方，把这些药都放起来。我很想把我这片林子改一改。原先想的挺好，这个隔一格种一排哈，但是种的太密了，这一格根本不够他们长。林地需要很大才行。哎，我怎么现在又不饿了？我吃东西了吗？没有吧。我这盘清蒸鱼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肚？看看村里还有什么要干的。这个是枣树吧？是枣。没地儿放。这两个女仆很诡异，我感觉有一个是原先给我做烧炼的，有一个不是，但是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个了。我可能是原先那个烧炼的他跑了，我又找了一个新的回来，我不知道后来旧的又老的又回来了，反正我觉得不太对。这下包里东西稍微少点啊，
裤应该是新的，来给你个铠甲穿穿。东西多的没地儿放。还有吗？哎，还有一双鞋也给他穿吧。来，这双鞋给你了。那个女仆特别萌，她会抬着头啊看那个铁傀儡，很好奇的样子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还要做一个什么？我做一个杯子用来喝水，不喝水怎么能行呢？水是生命之源，用这个粘土做成粘土杯子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让女仆给我帮我烧一下吧。可高兴了，终于活干了。这个杯子有什么作用呢？就可以泡茶喝，有好多好多茶可以喝。我看在哪儿啊？啊，这豆浆始终没做出来啊，没有豆子。喝的，哦，这儿，煮沸的牛奶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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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水，杯子是要用这种烧过的，再加骨粉。那我觉得用陶土烧过就可以喝了吧，就是比较粗一点嘛，颜色不好看。用炉子烧一下水，就是煮沸的水。好了吗，女仆？好了，这个是烧过的粘土杯子。要怎么用啊？第一次喝水，不太明白。这个身上东西挺多的。还有金子，居然。哦，出去舀点水喝啊。哎，怎么不行？是不能接这种水吗？要接纯净水吗？不是很明白。以前就没有喝过水，都是喝牛奶。喝牛奶喝的也不多。是要在炉子上烧水吗？不是很明白，现在就是炉子不会用，然后盐找不到，还有就是这杯子怎么用？是要用净化过的水吗？用净化过的水倒到这个杯子里面？但是好像没这选项啊。不行，那不能直接倒啊。我怎么还不饿呀？这都好几夜了，我是不是出问题了？这身体也太好了。杯子也没法往桌上放啊，地上也不行，实在不是很懂。那我用这杯子去接个牛奶行不行？既然桶可以，我觉得杯子也可以嘛。那我少挤点就是一杯，对吧？多挤点就是一桶。给我来个120毫升就可以了。不行。那我说什么也得把这清蒸鱼吃了啊。哎。哇。吃清蒸鱼居然还有夜视效果。太神奇了，天都亮了。做不同的食物，那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效果呀？原来如此啊！啊，很开心，终于把这个清蒸鱼吃到嘴里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吧。这是懒汉的一天啊，吃货的一天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